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新一款四模租赁品产品 KA 系列。我们的 KA 系列产品适用的型号有 P1.5、1.9、2.5、2.6、2.976、3.91、4.81 等型号。它是一款通用性非常高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尺寸是500×500毫米，厚度只有7公分，重量只有7.4千克，非常的轻薄。然后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产品的细节方面。我们的产品四个角采用了护角的设计，这个护角能够更加的保护屏幕不受损伤。放进航空箱的时候可以把护角扣上然后放进去，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把护角打开进行搭建。然后另外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采用了四把锁的设计，这四把锁采用的材质是钢锁，非常的牢固和力度非常的强，它装配起来也非常的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单手可以操作，只需要把锁推上去把它拉紧就锁好了，打开的时候直接把它扭开，单手非常的快速和便捷。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电源指示灯，电源信号指示灯，它第一个作用可以监测屏幕的使用状态，可以显示电源呢信号的一个连续性稳定性。另外它还是一个测试按键，如果屏幕在检修的同时呢，就是进行按这个测试按钮，就可以点亮红绿蓝，起到了一个测试的作用。另外我们的产品电源横插采用的是三芯包围式防触电横插，也是防水的，它可以直接进行热插拔，非常的稳定牢固，就这样插上去就好了。另外我们的产品网口位置可以看一下，网口设计也是我们独特的设计，网口采用了两个信号横插的网口设计，两个直插网口的设计，这就实现了网口双备份的作用，如果出现网口损坏的话可以直接更换网口，任何一个位置可以进行拔插。然后我们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后体是一体化的设计，集成化设计，可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拆下来只需要把三颗螺丝卸掉，就可以把它拔下来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后体采用的是集成化设计，意思就是接收卡、hub 板和电源直接集成化了在整个后体上。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在现场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进行整个后体的更换，非常的快速和便捷。然后插上去给它定位就好了。